Hello， 大家好，瑞晚的。在前几天，也就是4月10号的时候，频道终于突破700订阅了，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。那么接下来就是以800订阅为小目标了，然后终极目标当然就是1000订阅了。希望还没订阅的朋友帮忙点个订阅了，非常的感谢。那么这一次看回来，这一次天下第五道会的成绩呀、已经发布了嘛，11分，我玩了这个爆裂激战这么久，第一次突破了11分了，大概是101场的胜利了，因为这个连胜这边我中间断了15场，这样加上来是102场，都得102场的获胜，才有达到11分。这次主要还是因为那个力大布真的是太好用了，只要一到悟空戏谱都是一回合秒，让那个整体的速度提高很多了。然后刚才也就是早上的时候，我有稍微看到了这个天下第五道会第一拿到第一位的那个人啊，他有发布的那个推特，告诉大家是怎么打的。他大概整天几乎是没在睡的，我记得好像就是睡一个那种怎样，小睡一个10分钟吧，我记得它里面有写到，它小睡一个10分钟吧，然后中间吃饭的时间8分钟左右，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不断的拼命的在打。而他好像也是突破了自己的个人记录了，6亿7000万分，真的是超级猛啊！果然力大布就是神啊，这一轮超级 MVP。这一次的排名我个人还蛮满意的，进了2000名以内，1789位，还不错。稍微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冠军，这个真的是神啊，6亿7800万，然后第二名跟他差了差不多3000万左右的分数，真的是差了很多。自己个人的话是这边1400万，其实比上面的话是差了一点点了，可是要追上去其实是没什么意义，要进1000名的话差了接近3000万的分数，这个是我是没有可能去追的了。至于这个洛克的话是拿到了第2名，第一名的话其实是多了一点点分啊，可是打到后来其实蛮无趣的，只要稳在2000名里面我就很满足了，所以就没再继续打。 OK， 这一次的报酬其实还相当不错，2000位的报酬的话是有OK， 这个北极大幼年期的北极大有4张，然后SSL 确定的金券2张，然后天下一的那个金券有3张，然后接王3个，还不错，非常的棒啦。重点就是美极大我直接可以拆星了，之后会把它给拿来试用啦，我个人觉得它的能力还蛮不错的。当然啦，这一次也不是来看这一些罢了，主要就是等一下我想要来抽一下。我最后来看一下他们这个统一人数啦，18万再加一个4万，这边就是23万，加一个4万，27 30 42 43，大概45万人左右有在认真的在有来打的啦，因为他这最低这个段位其实是蛮多的，可是应该只是稍微进来打一场然后就推出去了吧。我至少可以看得出玩家人数还是非常多了，暴力集团完全不用担心还能继续再战10年。OK， 那么这一次主要还是要来抽卡了，五道大会的卡机。这边的话这个卡池其实还蛮不错的，主要就是它的这个蓝旗啦，里面是蓝旗会比较优秀，真的是很缺地球人的话倒是可以去稍微拨一下这蓝旗看能不能抽到，可是这个卡机内的其他注目角色就相当的普通，我个人是觉得拿来抽这个五道会的这个卡机会比较好，毕竟它的 pick up 里面像这只草塞乌帆，然后这个技术赛罗都是非常好用的角色，非常好用的辅助角色，极系辅助、超系辅助，这两张可以抽到，这两张就赚了，其实这么说。再来还有就是这个了，我想要把这个成龙给抽回来，抽来开路，我是早期有抽到一张，所以我希望可以抽到开路，然后还有这个乌饭机奖我超想要，可是目前为止我一张都没有，所以也是希望能抽到，至少抽到一张啦。 OK， 那么就先从这个金券确定券这边来抽先啦。
先看要抽几张，看抽一个五，金券抽五张，然后银券抽五次这样子。OK， 总共十抽啦，在这边，希望是可以冲到这个利物饭啦。我个人是比较想要它的。哦，没记到。不过这边是不会合体了，可是我记得金券的话好像是必定出 pick up 角色了，在这个池内抽一下来看看，感受一下。哎，好像也不是必定出，这个是很旧的悟空了，好像也不是必定出 pick up 哎。原来如此啊，就金券抽一次，银券抽一次，各五抽就好了。那、啊、这个卡机老师说还。我靠，北极大，你这边都不会合体的，你出来这么？一直出北极大，真的是啊。哦哦，超三，啊、反正都肯定是 SSR 的，超不超三都没有无所谓。啊啊啊！这一只北极大没有用的北极大，除非以后这个武道会的角色，武道会出来的角色会给他们极限这个。不然的话真的是没什么、oh, OK， 这个就是确定是有现那个注目角色了。克林的话就确定有注目角色，就看出水吧了。好的，好来的，我是希望可以出悟饭啊，还真的是悟饭，没有错，确实是悟饭，但是是未来悟饭，看差到哇哇哇！不过这张当初我是还没有开路的，抽到也不亏不亏不亏。未来它极限这之后，因为我本身也没有限定的这个未来悟饭，所以还是 OK OK， 又有了又有注目角色了啊！我要讲清楚，我要利悟饭，这一次要讲清楚了，利悟饭，不然那个崩了一只紫薯的那个未来悟饭我也是无言。嗨，咚！哦，哇哦，哎，我没有这只天津饭 ，nice， 哈哈，哎，第一次抽到，我还在想这是谁，明明有在 pick up 里面 ，OK， 可以有，完全接受，我还没抽到，这个是怎么说，收集用的好 ，nice，、哦、太棒了，哈哈哈 ，OK， 那么继续。有，哎，这一次的状态好像还不错，只是全部都只能单抽，这一点倒是有点烦，就是了啦，要抽很慢。可怜的奥埃达，哎，又是确定是注目角色啦，可怜的奥埃达没。多嘞多嘞，礼物饭啊啊 ，OK， 技术的雾天克斯嘛也是 OK， 这张当初也是没有开路。那时候我也是打到2300万分我就停了，可以先开路，以后他极限这之后，因为他也是辅助角色，所以极限这之后还是会好用，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在这种武道会出来的卡，我觉得他的怎么说辅助角色的实用性真的是很高啊。然后那种主战系的话，我们就靠丝绸卡或者限定卡就可以了。哦，提鼠的奇迹是吧？哎 ，yes， 第一次抽到，算是补卡嘛、啊。虽然说它本哎有哦，原本就有了，我还以为第一次抽到，因为一直没有把它练起来，我还以为我还没有抽到。本身的能力是相当优秀了，但是放在地球人类别了，主要是放在地球人类别上面了。一般来说，只要不是限定这种攻击系的角色来说。也就200出300万左右了，要到哎，地球三人组哎，我好久没有抽卡抽到这么好运了，难道又是出多一张 LR 吗？不过我比较希望出注目角色就好了。Thank you Dragon Ball， 哇靠，又是奇迹，直接开两路，哇 ，OK 的。这边的话应该是没有东西了，一七八七。不过我还是希望可以抽到利物饭或者季赛卢用来开路啊。现在那两张我都是开了一路罢了，希望能争取开两路吧。利物饭，我看这个奇迹是这么连续三张，连续抽三张，哈哈。Yep，
对，四连续抽三张，这城市抽两张，看一下，四张了，真的是连续三张，哪里可怜？你也太爱出来了，让你的儿子出来呀、啊！哎，十八号跟上个是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七八七黑发，好，有爆玻璃没爆玻璃都一样了。砰！哦呀，哦，可打中福利炸！哦 ，OK， 哇，这植物饭第一次拿到，也是辅助卡，剧场版英雄的辅助卡还是树鼠的辅助卡，我忘记掉了。啊，超细的辅助卡 ，OK OK， 非常棒。时常看人家在用，我也是很想要用，可是就是拿不到，因为在剧场版 BOSS 里面算是不错的辅助，而且连接也还不错。只是讲这个尊敬的人才这边就相当的斩嫩，不过算是一张相当不错的辅助卡了，有加气，然后加攻，虽然说没有加防了，但是在龙族在剧场版英雄来说，有加攻击力的话，那个伤害力度就非常高了，根本就不需要防御力，硬打过去就行了。OK， 最后的这边这一个 S 套池的最后一张是什么呢？一击吧击，然后材质应该也是有注目角色吧。Yes， 最早期的那些 S 套卡全部没抽到嘛？哇，又是这个悟饭啊！十抽竟然一张利悟饭或者祭赛鲁都没有，也太坑了吧！伯杰克的话我好像已经踩了，所以就没什么关系。哎，没有，应该是开了三路罢了。伯杰克这张我是已经开三路了，还是财星我也忘记了。哇，超想要补这只的，结果补不到，算了，这个乌饭也算是补了两张，可以开两路 OK 吧。然后赛鲁，啊，赛鲁只有一路，希望可以再开头一路了，可惜还是没办法。最后的这个奇迹真的是多到爆，真的是无言。OK， 好，虽然说没有达到我的想要的那两张都没有出现，不过算是不错的收获了。OK， 接着就是这边啊，机甲跟成龙这两张主要的目标。像那个素鼠的悟饭机甲就是完全没有希望要抽到，然后成龙就是希望可以开路了。可是这边的话蛮坑的，奥卡跟 SL 卡时常会跳出来，很难抽啊！我真的是很佩服全部这个武道会卡级，这个卡级内的 SL 都有的人，运气真的是很好。即将可以，卡梅拉米 ，yes。看来是斩人了，嘿，饺子啊！梦，这些旧的 SL 卡，他会不会把它给都看觉醒啊？现在开始，因为我们的格数比较多了的关系啊，我都会把他们这些武道会的卡给 SL 卡了 ，SL 卡都会给它练起来，当做收集用也好。如果未来真的是会都看觉醒，也是不错。哎，超三来超三，这边就真的很需要超三啊！超三一崩出来就开心了，啊，又是杨家。老实说，我蛮希望啊，限定卡可以出一张，认认真真的出一张狼牙风风拳的那个限定杨家，真的是很帅。那个龙族的那个格斗游戏啊 ，Fighter Z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？在那个游戏里面，那个。这个也不假，他的那个狼牙风风拳真的是超用的，灵活度超高。虽然说攻击力度确实是比较低啦，但是连打的那个节奏感真的是很好，很爽。喂喂喂，怎么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组合？抽到我都很闲。哇，先把金剑的14张抽完，现在看怎么样？哎，克迪丁终于换一个人了。可是我要的 SSR 还没出来，该有的吧？这么多张了，呀，饺子，换克斯换成饺子就好。我说我抽这个超烦的，官方真的是完全不想去改它就是了。我靠，到底抽了几张亚木？亚木加，
又是这种东西。我就觉得要补一张 SSR 的成龙或者那个悟饭即将都很难啊。哎，克比林，又是你。坦克斯十八号又是没有任何的组合，难得，还是因为刚刚抽到了 LR 的关系，把运都耗光了嘛？哎，不要，之后还有黄金周的呗。我的主要战力是要丢在黄金周上面。嘛嘛嘛，算了，就有的抽哦，单人飞行，可怜啊，加倍。哦哦，终于改变台词了呗。这个刚才抽了接近十抽的这个卡，全部都是鬼怪气功，终于换了一个台词了。啊啊，布鲁玛，这张布马的那个洛克觉醒非常好看，他这张这个卡面好很好看，所以这张也是有留起来。哦，又是单人飞行，又变成卡梅哈梅哈了，黑发卡梅哈梅哈，来吧，爆个玻璃吧，奥梅伽西马斯，呀，还是没有，我靠，亚基罗贝，完全不会让人想要收藏的那个意愿，一点都没有，不会吧，真的是一张都不出吗？画好那种成龙，诶，有没有什么人去 report 一下官方啊？跟他说，诶，他也是需要龟仙流的，不然龟仙人没有龟仙流，真的是有够奇怪的感觉。我靠，真的是连续的单人飞行吗？不带这么玩的吧？哎哎，黑将军。虽然说他是成龙，哦，那个是蓝将军才对。哦哦，美吉大跟汉克斯有的吧？终于换个台词了。超三，超三，呀，还是没有。SSR，噗，啊，那么。亏我对你期待这么大，竟然还是没有 SSR。卡梅哈梅，哎，至少变超赛了，剩下超三没有，超一就这样就停了，连超二都没有吧？我靠，哎，这一次比上一次还死哎！我上一轮的那个武道大会，我至少还有抽到一点点的 SSR， 这一边连 SSR 都看不到。一张都没有，这是什么鬼哦？这个抽完再多抽五抽，再多抽五抽，没有的话就算了。哇，真的是有够妖兽了！哦哦，有了有了，终于有了！可怜的我来了，成龙。激将成龙激将二选一吧，应该是成龙的吧？可怜的我歪到哎 ，yes yes， 有啦有啦有啦，激将，终于抽到你啦 ，yes， 虽然说是没有开路，但是终于抽到了，哎，开心开心，好棒 ，nice nice， 至少有一张我要的，至少有一张我要的了。哎呀，我抽了15张还是十五张吧，15张终于出了一张，哎，又变回这种地狱了，饺子，还是98吧，还是97、93，午饭，可怜的歪大没有，好，再来两抽。又是这个恰巴哦，那没有用了，等下就给它丢商店，丢给婆婆商店。
最后两抽。Last. 哇，这么多抽竟然只有。竟然是这只恐龙。好，最后一抽啦，抽完就算。嘛，不过至少是有一张悟饭即将给我，算是感到非常的安慰啦。哇，单人飞行有没有哦？啊，果然最后就是这样子结束了。超三，来给个奇迹吧。没有。又是你要不讲是吧？好吧。哇，虽然是没有抽到什么了，但是最想要的这一张终于来了。真的是很不错，不是它强大与否的那个要素了，主要就是这一张卡我很想要吧的。我已经想要很久了，从来推出的那一次的卡机就是一直在播它，播到现在终于给我抽到一张，终于一张。我真的佩服那些可以给把抽彩星的人，太猛了。 OK 非常的 nice， 有就好，哈哈。好，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还没订阅的朋友麻烦帮忙点个订阅，谢谢，加马达咧。